各位来宾，现在我们要进行的就是点圣火的仪式，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 Mr. Jordan Lee 为我们点燃火炬，点燃圣火，有请 Jordan Lee。现在看到 Jordan 到台上来要进行的今天晚上的开幕仪式，点圣火仪式。燕燕，那么就请你说说今天晚上点圣火的意义何在？点燃圣火，通过圣火传递和平、健康、财富、好运，祝福在场所有的朋友，好运连连。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 Mr. Jordan Lee 点燃圣火。3 2 1，一起来献上鼓励的掌声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once again, welcome to Loop World Night 2014. 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 Jordan。谢谢 Jordan。好，现